哎、欸，主任。啊。现在是会掉进出事。那是会这做事。我把硬碟拿下来测。那那硬碟可以拿下来吗？你要先换线，但是换线的时候就不能动。而我也没有用啊。好，那我跟你讲这个影片呢、啊。我上次有试另外一个，可另外一个好像就底是举的这样子。啊，主任，我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。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没有，就是。对啊，要讲是不是？不会啦。啊，再说。就我在想，我想这工作啊，就是。你想做啊？就是我想说，可能我可能会比较适合做一些跟 YouTube 什么有关的那种搞笑的那一种，嗯，做这个我自己可能就比较不太适合这样。我觉得就是。然后工作找到了？还没找，没有找了。我只是想跟你说这件事情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想要换比较有趣一点的工作。你看吧，我就说做不到的。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意见呐、啊，但是其实你说 YouTube 这种工作，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从头到尾都是很有趣、没有什么无趣的，那当然 OK 啊。嗯，对啊。所以你没有啊？你没有很惊讶？没有惊讶。你本来就觉得我会换工作？我没有觉得你会换工作啊，但你比我想的还早一点、啊。你那是就是因为愚人节跟我在讲话。对，愚人节快乐。哎、欸，被发现了啦！哦，不要蠢了，你看我讲多久啊？我没发现，什么时候？快了吧？什么时候开始的事？看我这人态度多么明确，要走要走。那什么时候开始讲的？因为我前面在讲正事啊，然后后来他突然讲到。我虽然出门没有准备背书啊，但是基本上这种还好啦。哦。你这个哦，很难笑到别人会什么？你的那个。重度不够，没有，因为我想说，如果太夸张，你可能就会猜到，所以我要先好讲得很真一样。那你要想好啊，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没找到工作，你就说我已经找好了，那天就说好好打电话给你。就是、可是至少我架相机你没有看到，你有没有看到那里、啊、有个镜头在对着你？我没听到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好上床，你走，我们是大量的平民，技术做好了吗？对，学好要换钱了吗？出去。早上我们讨论了很久，该怎么整理，所以我才问你说你会不会来。好过分，要回家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上班打击太大。哎、欸，快点，你讲一下你的感想。其实有没有好一点？把你的认真一点。欸，不断训练，明天再见。